摆摊去卖鱿鱼游戏糖饼竟当场翻车。救救我，射死的我脚趾在靠清明上河图。有个小朋友前来挑战并口出狂言，不要太简单了。但不一会儿就见证了游戏险恶。接下来小哥哥小姐姐挑战居然还掏起我的火。芜湖有希望，一位白发老奶奶请求出战。我跟她说了游戏规则，手心捏了把汗，没想到有戏有戏，赶紧继续。芜湖芜湖芜湖，真的是我没见识，这太牛了。奶奶是开了外挂吗？绝绝子，眼镜小哥不淡定了，放出大招舔舔舔。又说真粗，要求换一根，紧张到手心冒汗发抖，最后不幸失败，全场最小挑战者开心的失败了。人越来越多，仙女的摆摊完美收官。